们从不随波逐流，只擅长创造属于自己的潮流。Hey, 绝不被束缚，不必定是指路途或定律，我们要用实力定义新的江湖。不随波逐流是天生态度，放在朝拜，我们的心向臣服。我们的天赋是天生不服，用实力散发魅力。所谓一万小时定律，就是一万次的定力加上自律。三分魅力无限充实体力天赋，只有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才算得上表现。我们把好胜心当燃料，让胜利的结局出人意料。过去现在未来，我们从不被定义。是往这边。嗯，好。午餐肉挺好吃。我就当是那个吃播了，醋在这边。肉酱加酒盐和油，加葱。洋芋放还不赖。这门口洋芋为我们守着。那个牛油是你的。